contrastive questions with 呢 function 我喜欢喝茶你呢你喜欢喝茶咖啡呢不喜欢你们要不要喝乌龙茶我要喝茶你呢不要谢谢王先生是日本人，李先生呢？李先生是美国人。我是美国人。一你好吗？二，你呢？我是台湾人，你呢？我是美国人。他不喝咖啡，茶呢？一，喝。他喝乌龙茶。二，乌龙茶很好喝。喝，他喝乌龙茶。